前奏两个八拍，全舞八个八拍，它是四面墙的舞。我们先来讲解舞步。第一个八拍，重心在左脚、右脚，脚尖在左脚旁边点，脚跟点，右脚在左前交叉踏，平拍，左右对称，左脚脚尖点，脚跟点。左脚在右脚前交叉踏平拍，第二个八拍也是左右对称，四八平拍，往右边追步，踏并踏平拍，左转九十做个左追步，踏并踏平拍，第三个八拍是偶数拍平拍。右脚扫到前面，前点平拍，扫到后面，后踏平拍，左脚扫到后面，后点平拍，扫到前面，前踏平拍。第四个八拍，四八平拍，做一个前锁步，退锁步，右脚前踏，后交叉，前踏平拍。右转一百八，做一个退锁步，后踏前交叉，后踏平拍。第五个八拍只有第八拍平拍，右脚右侧点内点，右侧点内点，往右边做一个追步，踏并踏平拍。第六个八拍是第八拍平拍，左脚前踏，右脚在左脚后点，右脚后踏，左脚在右脚前点，左转九十做一个锁步平拍，前踏后交叉，前踏平拍。第七个八拍，右踏左脚点，左踏右脚并脚，两只脚同时，脚跟向左扭，向右扭，向左回正，平拍。第八拍做一个爵士方块，右转九十，二四六八平拍，右脚交叉踏平拍，后踏平拍，右转九十，右踏平拍，左脚前踏平拍。这条舞总共是八个八拍，它有变化的就是在第二面墙跟第五面墙，还有第七面墙、第十面墙，只要跳四个八拍，也就是先遇到三点钟、十二点钟、六点钟，最后一次三点钟都是跳四个八拍，当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三点钟四个八拍的时候，刚刚好右脚往前前锁步平拍，左脚前踏，右脚并，这样刚好结束。我们现在来数拍子，数拍子从第一个八拍数到第二个八拍，记得第二个八拍四个八拍就平拍，五六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从头开始一二三四。